完之后看当下谁是最适合，偏偏他刚好。所以你当过几次啊？好多次。你不想要当呢？但是就没办法，就演得很好啊。我怎么那么适合？好死不死，当失败的胜率100%。骗到这样，我都没有怀疑。你是怎么被发现的？我没有被发现，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没办法，已经死掉了、啊。你怎么已经死了？因为就承认啊。不是因为他来这里最后一盒了啊，他不可以把你吹掉啊，他只能在那边坐着假装吹啊，他很尴尬，好不好？他在手扶梯绕三圈是什么意思？你在手扶梯。消防旗的发现。没有，因为那是最后一盒，我一回来你就死掉了。气死我了！所以我拿着那一盒，我不能回来。然后他在金沙旁边吹半天，没有发现吗？有啊。哎、欸，我还跟大家讲说你是鬼。所以说绿茶智商就最低啊！我一个地方妈妈，我在宣传的，我在跑的时候，我有听到他在喊抽。林立婷是失败，另一个状况你是失败，然后他提说，如果是失败的话就拉住你，每个人好，你到时候会说好吗？我会说好，可是我脚会打叉，不是我手，所以我会比这样，然后背在后面，真的啦，我会观察，我会这样看，怎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很迷信的人，真的，所以可是这样子，真的很明显，就脚打叉或者这样，因为师傅有教过，就手背后面脚打叉或者脚打叉，就代表这一次，其实我也应该是人家。但是不是你自己发誓，那人家发誓来约你的话，这样就解掉了。哎、欸，那你帮我吊一下，我有没有不小心脚打叉？或者手这样比叉，然后啊，我手背在后面是啊，我这样这样子叉，这样子叉。